最近你不太说话了。用是能用，客户肯定会不高兴这样的。先别说话。公司对这款机器的评价是怎么样的？棒，很实吗？很实，很性价比很高，能够帮助他们开展很多工作。好吧，良心话吗？真的。那刚才那一款 MM 就不行了。你可以买，你可以买，因为我那个现在他打图的这个，我刚好发货了一个给客户买。不行，我该发货我们的，我们这个比他们那个好。不，这个，你现在用的这个。